本测验项目名叫家里忘了东西。在我解说完之后，我们就要出发。我们假装左边这间砖房是你的家，门牌号是11号。当我们出发后，不久我会跟你说，你家里忘了东西，得回去拿。我说完那句话之后，我要你找第一个安全又合乎法规的地方做一次掉头，沿着这条路左回来，自己再找一个安全又合乎法规的地方掉头，然后在这个相同的位置停车。家里忘了东西测验的合格操作示范。你家里忘了东西，得回去拿。现在你要找寻第一个安全又合乎法规的地方掉头。在做 U 型掉头时，让路给所有其他人车先行。驾车经过你的家，现在你要找寻下一个安全又合乎法规的地方掉头。现在你要回到你的家。家里忘了东西测验的不合格操作与合格操作。你家里忘了东西，得回去拿。你已经走太远了，你必须找地方掉头。在受管控的路口，穿越单一实线做掉头是违反法规的。在穿越单一实线进入私人车道时，您的车体必须完全离开马路的范围。